尸体在哪儿？带我去看。 职责所在，奉劝你，一个人别来这种凶险之地。我的人被你的人拦在了门外。军营这地方确实不欢迎太多外人。那桥楼上的女人呢？据我所知，军营管辖之地，百姓是禁止入内的。她叫婴儿，你见过她了？婴儿就是个疯子，她没惹过什么麻烦，所以我让她留在那儿。 我更想知道你为何擅自挪走尸体。我更想知道的是，军营为何插手此事？桥楼附近均属军营管辖。我是蓬莱县令，蓬莱境内大小案件，皆属我职责所在。若是牵涉命案，你应及时向我报告。等我处理好尸体，自然会托人给你捎信儿。你把尸体处理了。 这样的天气，留一具尸体在这儿，我可不想我的兵都因为瘟疫而丧命。这会儿估计已经烧完了。尸体在哪儿？带我去看。 师傅，让他去。 明火，小心点儿，别烧着自己。什么破规矩，凭什么不让咱们跟民户进去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军营里边啊，最多的就是规矩。我当兵那时候可没少受这规矩的苦，所以有时候啊，你要是不懂吧，就别吭气儿。 你要做甚？闲来无事，正好练练手。你就不好奇吗？这破箱才上个锁，里面装的啥？呀！ 这帮娃娃兵憋得够呛啊！怪不得要上锁。你以前也藏过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行了，扶他们回去。你轻点儿，慢点。 兄弟们，没事儿，太值了，怎么太过瘾了？挨他这顿打，值不值？值。